我自己在写啊，赤壁赋啊，我就有用到水哈、啊，对。水就那么难看。你说难看，但是我是这样把它修正了、啊、哈、啊，就是这个水，它要当作你，就是除了那个拉下来的那一种水以外，嗯、它还可以变化，不能永远只能写一种水。嗯，对。好、啊，所以呢，看一下哈。啊写到这字很难铺排哦，而且很难写。这个是苦水。哦，它这个是在上面。哦。好、哦，那我的话哈、哦，来给我一张，我就把它稍微调整一下，好、哦，我把它稍微，好、哦，因为它有一点斜嘛，中间那一竖，我就没有给它斜，哦，这是一种，哦，你要知道它的一个。就是一个上一个下，不要在中间、嗯嗯、一个上一个下，那它是斜的，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字比较没有那么讨好，是没有错，但是它你就照它那个形，可是你可以调整，知道吗、哦、这样才叫做入帖跟出帖嘛，要、啊、不然你永远只能够把它活生生的抓进来写，那你就是你就变成是张贴字而已了、哦，懂吗、哦、另外还有春联啊，春联以前我记得最早的时候阿宅啊他就有弄了，网络上就抠了一些，有没有，就是王羲之的春联的字、哦、还是对联的字，可是就发现很小，对不对，所以你写的时候你要给它变化，好吧、哦、好，接下来这个通、哦、那然后这个错部呢，他惯常喜欢用这种写法，嗯，好，这个是一笔下来，一天，一天，我做了几次题帖？三次，很多次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勾上来以后就下这个，贴，一天。这个神就比较一般哈、哦，但是你要记得哈、哦，这一点跟下面这个哈、哦、不会太近。嗯，